上好，今天我们要学《弟子规》，先把《弟子规》的书翻到27页。没有书的同学们可以看老师的 PDF。《弟子规》第27页，先跟着老师读：见人恶，即内省；有则改，无加警。好，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当我们看见别人的缺点，看见别人有不良的行为时，我们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同样的行为。如果我们有，就要马上改正；如果没有，也要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印尼语意思是 melihat orang berperilaku buruk segeralah introspeksi diri. Jika kita sudah melakukan kesalahan, segeralah diperbaiki. Jika belum, kita harus menghindari kesalahan tersebut. 好，再跟着老师读一遍。见人恶，即内省；有则改，无加警。好，我们看第二句，先跟着老师读：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，当自立，好，这一句的意思是，我们每个人都该好好的重视自己的品德、学问、才学方面的学习。如果自己有没有别人厉害的地方，我们应该继续努力。印尼语意思是 Jika kita dalam ilmu pengetahuan, moral, bakat, dan kesenian tidak sebanding dengan orang lain, kita harus tetap semangat dan lebih rajin lagi. 好，再跟着老师读第二句的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，当自立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第27页。见人恶，即内省；有则改，无加警，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，当自立。好，《弟子规》的课先到这里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